毯了，快去实验室，你容易炸了。啊？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有关古典音乐史的演讲。坐地洞了，后悔车。其他人呢？都走了吧。喂，哎，妈妈，马上下来了。哎，那个人讲了好久呢。对，我先买块鸡排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也走了。都几个晚上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了什么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生活总是一层接一层的赶，事情一件件画上句点，而我却好像依然在原地打转。那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？以前我常来这里看车水马龙，忘却一切，我好像总能在这里找回我自己。当生命在此刻交错，我听着内心的声音，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Thank you.